要关门了。那你放个。差不多，等一下要睡觉了。点名。点名喽。哎。点名喽。点名喽。哎，你好。Hello。嗨，路过，路过，路过。路过。好了。撤。安安。小雨家没有假的。对啊，我家现在还没有假。啊，我来去到处搜个，所以点过就可以走了。你看你那个下面是勾勾就可以走了。嗯，来了。为什么会有红色惊叹号啊？红色，那是对大家都很不爽吧？没有，他好像是要逃狱的。有这个东西啊？这是新的吗？什么切割中、挖掘中？哎、欸，这个人，我扁你哦！没有啦，我的任务的、啊。哦。在弄。哦。啊，我看到胶水啊。啊！我在密谋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密谋什么、啊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哦、我只路过而已。啊、你被抓到了吗？你被抓到偷挖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哦、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只路过而已。哦，抓到了。啊，我只路过而已。被抓走了。有人被抓走了。那我今天还是乖乖睡觉好了啊！床上有其他人睡不着，把他拿下来。我只帮大家放假人而已。放假人都怪怪的。对，这电脑有。睡觉睡觉。要钱。感谢公关。找人。好，先把假人收起来。好了，几千又变高了、欸。我睡了，白痴哦，还偷我们床单啊，你不乖，谁又在偷床单啊，因为你不乖，你被发现了。我没有放啊，都不是我放的啊。几分时间？等下，我一直把枕头，对，按空白键，把空白键把东西放回去。他在踹我床单，还我！他一路偷床单过来哦，白痴哦！我的床单全部被收光。放一个枕头。哎呦，我床单啊！哎、欸，现在还是熄灯时间了、哦。对啊，哎、啊，怎么合成啊？你刚怎么合成的？他、啊、按 Q， 然后第二个，然后工具那个、哦、要点名了。妈，这是超生气的样子。办喽！点完名喽！抽给谁啊？哦，这个。哦，我现在还在状况外、欸。我一直在解任务哎、欸。一个在解任务，一个在状况外。我好想打他哦。要吗？可以打他吗？这里有人吗？这里没其他人。好，扁他！我挡住你，扁他，你点扁他，我挡住，我扁他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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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好了，捡到东西还是好东西哦。是这个，扁这个，扁这个。他在抓我，他在抓我，他在抓我。可以挡住我，一个人挡住就行了。然后其他人打他。好好，可以。他打他，把衣服扒走，把衣服扒走，快点。穿他衣服，有钥匙哎。穿他衣服，穿他衣服。先拿钥匙，不要拿，要负责拿。拿的话会很惨。先不要拿，先不要拿，先不要拿。好了，好，拿走，拿走，拿走就好。拿走，穿走。早餐时间呢、欸？等一下，你先穿上，你先穿上。哦，有人看到我们了，有人看到我们了。哦，走穿。哎呦，我的五星了。啊啊！我的衣服为什么没穿？哦，是有狗狗啦。有狗狗了。哎、欸，我被咬了啊！啊，我只有拿钥匙。没有拿钥匙。啊！他刚有个绿帽，因为我们刚要走的时候有那个警察看到了。Oh god！ 去吃香，不是吃香蕉啊，吃香蕉。去夹破刀。我身上的东西也会被拿走。你身上是违禁品的，都被打狗狗。嗯。哦。有人要去夹偷刀了。哇！小，我要小马铃薯了。嗯。我先休息一下。来来，小马铃薯，小马铃薯。来尬来尬来尬！哎咻！哎，为什么他消两个？好了吗？哦，我已经可以出来了。可以。哦，消几个？哦，我拿到钥匙了，我刚才全部拿起来，可能哦，刚拿到钥匙啊，就是你！哎呀，抱歉呐、啊，就是你啊，拿钥匙啊！难怪狗狗突然冲出来，这个是大门。你有看到这个亮绿绿的那个，那个就是
很可惜哦。违禁昨天云月有讲了，只是我还不知道违禁品有哪些。红色的，就是你看它是红色颜色的都是违禁品，物品上面是红色的都是违禁品，物品看起来是红的就全部都是违禁品。嗯，右上命令基地。哦，我想再多拿一个警卫的衣服。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被抓了！对对对，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谁？你们在哪里？我被警察打了。啊！可是我之前都不喜欢拿警卫，我都喜欢拿医疗人员的。也可以啊，医疗人员。因为医疗人员也是可以一直害来害去。对啊。嗯。加油。哦，两个哦，你怎么拿这两个打、啊？哇！你怎么打成这样？没办法。我一直在绕他而已。我没有东西可以帮你打哎、欸，你觉得枕头可以吗？也不错啊。你、欸、要打吗？要反击吗？你挡住你，你按着右键打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有多一些新东西哎、欸。好，换我挡，换我挡，你打他，你打他，你打他，换我挡。吃我拖把，吃我拖把，不要打我啊！我死了。有人拿，有人拿拖把敲我。我没有，我身上啥都没有。啊！让我回忆一下这游戏怎么。哎、欸，他把他搬走了。你也剪太慢了吧？你剪太久了哦。菜逼吧。就不太会玩，我怎么会抢人东西呀、啊？不会，太弱了。哎，一脸看起来就是不够流氓的样子。就是新手监狱犯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来了？啊？咋又来了？我躺在医院也有事，为什么？哇！他说发生什么事情？是有人拿钥匙吗？应该是狗狗在找钥匙。那叫我把衣服穿上好啦，穿嘛。狗狗上去找钥匙了，是谁、欸？没穿衣服哎、欸，凶屁凶啊！哦，进错间，我进错别人房间。你身上是不是有钥匙啊？狗狗去找你哎、欸。不是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可是我正拿衣服呢。欸、来啊，来我咬我啊，来咬我啊，我没拿。放空什么？我又要削马铃薯了。就你、哦，白痴，我也要削马铃薯。杰克是不是有拿到卡片啊？卡片也算钥匙？卡片、钥匙都不能拿。卡片好像有啊，就是、你害我去削土豆。哦，我想说，我拿个衣服削皮削土豆、啊。我不知道，没关系、啊，我看到他有什么，我就拿什么啊。不行，就跟你说，只能拿衣服没。好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。再一次就不交了哦，死不交了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我也消、哦、要消太多了吧？气死，还是躺着睡就好了。有没有人要来打这个啊？在哪里？哪里哪里？我在一楼。颜色，红色红色红色，我在一楼。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这些记者。啊！为什么打到我？哎呦喂呀、啊！快！快，好好，拿钱，拿钱，快把衣服拿走，拿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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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拿走，好痛啊，我回去睡觉。哎、欸，这个医生能打吗？我好好奇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很难打吧？不会啊，还好。午餐时间，哎、欸，午餐时间没去，完蛋了，就是你，锦西又多一个了。我也没去，刚才两个都没去。哎、欸，我刚削土豆出来，哎，忘记了吗？我削土豆刚出来啊，睡个觉嘛，嫌少哎。而且我警戒值91耶，太高了吧？警戒值哪里看？就是爱心，然后体力，然后下面的警棍有没有？嗯，那警棍就是警察看到你觉得你很怀疑，就越高。哎、欸，是打你？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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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没动你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干嘛、啊？发现什么目标啊？白痴哦、喔，99了啦！遇到你们刚揍的那个警察，我根本没揍他。我没有揍啊！白痴，那警察是追。哎、欸，干嘛？走开，白痴警察！嗨。然后你看一下那个，我们现在小地图会有一些警察头上会有。哦，白痴哦、喔，怎么有一个没穿衣服的人在追我、啊？那就是我们搜刮过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会知道他有钥匙跟卡片。嗯，懂吗？下次要找他的话就找得到了。要找什么钥匙就直接找那个就好了。啊！差一点赢，可恶！啊！我来做康奎啊！我想说我要单挑警察。啊！单挑不太好打。哦，有不要一直发现嫌疑犯，我真的是要气死。发现嫌疑犯，这人怪怪的。就是、工作而已。我要打这只警察。我们要谁啊？躲起来。
啊，你怎么没听？哇，好多警察在这哦，还是算了。我为什么看到下面有人说不得不截肢？错了，八十以下的可以出来跑，哦，烦耶，浪费时间。不要跑，你要举报我是吧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你要举报我是吧？我打你啊！你不是打我啦，我要他的棍子。我拿到棍子了。身上什么？啊，身上什么都没有哎，超废的。锻炼时间。我只想拿他身上的棍子而已。好，我去锻炼时间。好。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要拿什么？剪刀已经准备好了、啊，拿好了、哦。对啊。什么在密谋什么？我在运动啊。你在密谋什么？剪刀，剪刀，我们是一把金剪刀就好了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差不多。那已经够了、啊。小鱼在密谋什么？我在密谋什么？那这样就可以出去啦。等一下晚上的时候可以出发啦。下午吧。休息时间，我还没晚上时间之前，金剪刀，你说错刀错刀，然后那个错刀再加错刀胶带错刀，嗯，错刀错刀，就是让两个错刀再磨尖一点。哎、欸，你出去干嘛？还要洗澡啊？回来。蓄力这个我知道，他的火力了。时间完了，我要回去再做金剪刀。你有一把了吗？我这里有一把。没有，我先准备一下，我怕等一下失败啊。哦，好。我都还没，我等一下再做一下。去翻一下别人家。发现你还缺什么？我应该都有了，我刚刚都有。因为我刚洗澡都没有脱衣服，超怪的。对啊。穿着衣服洗，顺便把衣服洗一洗啊。这么开心。真的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、哦、还缺抽到胶带，还缺个胶带。还缺个胶带，我有。我找找看。哦，你有。有啊。来繁星的房间找他。好，等一下。上面那边。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好好好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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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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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笑死！哦，回家拿一下。晚餐时间。晚餐时间，我拿胶带一个。为什么会有东西丢在地板上啊？啊，因为那个丢没关系啊，他们那些不是违禁品，他们就不会怎样。嗯，那怎么丢出去的？按右键，你按一下一二三四嘛，可以选到东西，然后你把滑鼠移到去按右键。干死我，搞屁哦！哦，快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在哪里？在我房间。你来我房间，繁星，你有了，来，这个给放地上。你来我家干嘛？好，我出去，被凶的。我来了。你要哪个？加油了，繁星在里面，繁星在里面，我有金德了。哦，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可以逃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逃狱了、啊。那我就带着金剪刀走了、哦。有时间，走，有时间走喽。要往哪边走？因为你的警戒，这边，我还好啦，没有到很高。骨头，走，这边。怎么有人被扛过去了？有人打架啊，都。哎、欸，别，好，这边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挖这边。这个吗？挖底下吗？对，挖这边啊，这个啊，要剪掉。好。哎、啊！快点！要死他了！快剪！我快死！哎、欸，你被秒了啊！好，跑！我先去躲起来了，拜拜。都还好，有些 UV 啊。我要先躲起来了，拜拜。白痴，他不是说捡着我的钱？原来你有，我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等下，云月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剪刀收起来了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再去捡。白痴，我要去消毒豆了。我也要下去医院了。哦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在睡觉、哦。他不是有些地方可以捡吧？不是，就那边啊。可是这样怎么会被狙击呢？还是因为太早了，要很晚啊？哦，要晚上哦。我记得是要睡觉的时候吧？哦、就我们要先躲在一个地方，哦、然后用假人放着。哦，对的、啊。没义气卖了，直接跑卖掉。不是没义气哦。就
全部是我一个人在剪的。不是我没带剪刀，我就是怕，我就是啪啪。哭了，他的全部全部掉头跑掉。对啊，我被射两枪，然后我的队友全部往后退，然后走掉了。跑了跑了跑了。糟糕！他说：“欸，他中弹了，欸，怎么办？跑跑，先跑先跑先跑。”在笑死。欸，我要拿枕头。枕头假人我都已经放好了吧？我都没了啊，我都被收走了。哦，是啊，要几个啊？各一个吗？一个枕头，不是两个枕头，一个棉被。嗯，哎呀，是不是想帮你支付呢？我一个是很不爽啊。哎，要和大家一起死吗？因为被打死而已，又没怎样。那因为我们走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假人在哪哦？三，我出来会有事吗？还是找到什么了？哦，发现破损了，他发现破损。嗯，啊，你要不要先回来？我先回来，我先回来。等明晚吧。我们是不是要先准备紫色的卡片？紫色卡片，不然我们这边到不要在自由时间最后一那个出去就好了。啊，懂吗？像这个时间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出去。所以我先站在这里，我在这边等啊。哎呦，要在那哪？哎，他们还没出来。哎，你们赶过来。快点！赶快出来！赶快出来！赶快出来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上面，上面。自由时间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